天空下着绵绵细雨，实业家团队依旧来到了槟城八都定义海滩参与净滩活动。General waste 是蓝色，就是你们觉得不能 recycle 就全部放在这边，然后 other recycle material 就是放在白色透明的。了解分类的方式，立刻展开行动，为守护海滩尽一份力。Instead of 他们只是做捐款或者做那种捐物品啊这样子的活动，我们要他们出来真正去参与，真正行动去做，然后让他们去体验。一个小时的净滩活动，手中的回收物是越来越多，环保意识的种子也在大家心中萌芽。平时一些小小我们每天都在用的东西，很不起眼的东西，对于我们的大自然造成那么多的伤害，这样的一个活动也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应该要减少用这些，就可以减少很多垃圾。地球上是我们一起留着的世界，所以我们要珍惜它，爱护它。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一起学习环保，保护地球，爱惜地球。要爱护地球，给他们有一个干净的家。汇集了80余人的爱心与努力，共同见证沙滩再现清新美丽。大爱新闻文玉芳、苏立斌、谭有利，马来西亚报道。